桂林肉品市场的羊肉交易量目前在全国排名第三，每年的拍卖数量会当达到20000多只。两年前，光顾甲肉品市场开始推动羊肉的溯源制度，透过 QR code 就会当知影这羊肉是谁饲的，什么时阵杀的。因为现在天气开始转凉凉，民众拢会食补来准备过冬，所以光顾嘛特别举办记者会，推广羊肉的溯源制度，要让消费者知影食国产的羊肉绝对是品质挂保证。在清汤内面滚的油肉，不用加什么调味，都已经香滚滚。因为国产的油肉上新鲜，不管安怎料理都好吃。炒韭丝安尼真好，安尼真对身体吼真凉补，真好。油肉爱青，现在安那煮就是汤来青边好食。哦，爱咱本省的。即卖油肉拢是清凉的，拢是伫高层顶面。所以油肉甲油菜是分离的吼，无无去做伙。本省油肉。无养骚的，就是因为咱差不多第五六个月就甲迄油肉挂掉啊，所以伊就无迄个雄性的。真侪人会因为油肉有咸味无介意，但是国内饲养已经真进步，将大家无介意的气味消毒，而且为着食品的安全，光复含婚姻肉品市场，嘛为两年前开始推动溯源制度。对养羊吼，对来市场买，甲来屠宰场屠宰，甲去市场。即拢会当追踪的，拢会当找到迄个饲主、饲主啥物人，拢会当找到。你若去市场买羊肉的时阵，透过 QR code， 你手机一扫描，你即个羊肉你就会当安心使用。啊，咱对即个养羊户，伊嘛有一个负责任的精神。青菜有生肖入列，食起来较安心。肉品嘛是同款，有好的制度就应该爱让大家拢知影。所以广府邀请优良的饲养户和销售业者做伙来营销上赞的国产羊肉，口感真好，有别于进口羊肉的口感，它完全没有腥味，没有腥味。一方面啊推广我们的羊肉，一方面也向各位保证啊，在云林县肉品市场所卖出的所有的羊只都是有溯源的一个制度的一个建立的，绝对请消费者安心的使用。汤的、炒的、清汤还是卤的，不管是什么方式，只要选择你喜欢的，就是最好的气味。国产羊肉的新鲜和优质，就等大家来品尝。记者林依林采访报道。